今年适逢陆军官校建校百年，国防部与国立台湾图书馆举办黄埔建校百年特展，特别展出复兴岗书画会联合创作战画，以及国军第57届文艺金像奖得奖作品，并且将军武模型纳入特展，呈现黄埔百年峥嵘岁月，展现艺文软实力，借此让国人阅览参观，进一步认识国军。召见于黄埔，传扬于凤山，走入图书馆艺文走廊，映入眼帘的斗大标语，续明黄埔的缘起与传承。主视觉前的展柜陈列军事模型专家精心巧制的各型战机、战车、军舰等模型，拟真惟妙惟肖，吸引民众深入观察作品中的陈设细节，令许多参观者深感佩服。像这一台飞机，我有实际参与它这个行动，就是加通战备道，然后战斗机的起降，那时候就是跟朋友们前一天晚上7点就到了，在凤梨田边过夜，然后早上日出就看到这架战斗机出现在我们眼前，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个画面做成一个作品，透过做国军的作品，然后借由这次的参展，可以跟大家分享，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国军，然后进而支持国军。从高中的时候第一次，我爸爸带我去看那个冈山的基地开放，那第一次看到他在做特技团，他的旋翼声啊，就哒哒哒的这样子，就很震撼。对，然后就深深对这种系列特别着迷。像收集资料部分，因为其实国军的东西都是比较机密的，不易取得嘛，那我们就是只能参考美军的资料、国外的资料，就有这种场景，那就以这个灵感来发想，来做成国军的场景。原来我是想要报考国军的，可是因为心脏的问题没有办法报考，所以只能当替代役了。我就把这个想要报效国家的心情转化到模型身上。我从国小的时候就有去参加过新竹空军基地的开放活动，那时候看到飞将军飞在天空的时候，心中会产生无比的澎湃。那时候因为我脚有受伤，所以我无法去参加国军的招募行动。我虽然不能够从军报国，可是我希望借由挥展国军模型的行动来支持国军。此外，由复兴岗书画会联合创作的战画展出于大厅，包括亲爱京城、岭云御风等作品，除了纪念黄埔建军百年的岁月，也有近年先进武器装备的相关创作，展现国军坚持战力，同时象征国军后辈传承先进、保卫国家精神，在既有的基础上再创新游。我画的是陆军的那种特战部队，从飞机上面跳下来以后，他要参与作战，那种勇猛的精神啊，我在画的时候用这样的心境表现，那欣赏者同样用我的心理在欣赏这些画作。以前我也是军人嘛，现在虽然是老百姓了，那我对于爱国的这种心呢，不会因为我随着我的年龄而退减。我把它画好，相信民众看到这个部分呢，他也会有一种对我们国军的信心啊。那个人是参与了蜡法叶舰还有云豹装甲车的起草作业。水墨它的特性就是说，下笔之后啊，更改的条件有限，所以必须要能够非常肯定确切的去掌握你的用笔跟用墨。另外当然在构图的方面还有笔墨的这个运用都能够加入艺术性，也就是说一般我们所谓的战画啊，它是历史的一部分，也是一种反映历史见证的一个重要媒材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艺术它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接到讯息以后啊，我们大概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这4张作品。因为集体创作，每个人用笔，我们对其实都画水墨画的，都知道最后怎么样，这个呈现如何的。
因为都画了几十年了，大家默契都存在的，懂不懂？所以说我们才会有那么融洽的在一起合作。同时，会场也展出国军第57届文艺金像奖得奖作品，包括美术类国画、书法、西画、漫画及摄影等5项，多媒体类得奖作品合集，以及励志歌曲得奖作品 MV， 琳琅满目的创作，展现国军艺文软实力，让民众更能亲近国防，了解国防，体会国军不分昼夜保国为民的付出。黄埔先烈先贤以鲜血与爱国情操奠定今日国家的和平与稳定，而参展的艺术家则是用时间与精神将美感融入作品之中，创造军事与艺术之间的对话。每一件作品在展场呈现，散发独有的文艺气息，传扬黄埔精神。他们心中充满感动与成就感，希望借由作品表达对国防的支持，以及对国家的热爱。